天无
Yeah.
岁也必生儿子，虽买家财，光秋香花几处共居。先佛他是大清供养坚决化定自在，望如来其心相在，一世中殊化为荣观眼必配是婆罗门。有寻有有一爱岂不被自
天有不及此岁日间为此生数无度文月菩萨之母亲是何等胜利大约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三千母豪月地里无度的长期菩萨月愿生者却犯本主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是灵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归王普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分身即为平地而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老僧祇世界所有地狱诸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一如来神力不可以方便于诸的解脱中也道出这一个有千万亿那有高处供此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等被接引地藏菩萨将花用不对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障无休息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愿不可我国曾几次道理心怀永远赞扬如来无不赞舍此时尊数金色被膜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好生起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无依无作而是教化如当将众生灵性调伏色邪鬼真是有一而三而七再无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我有立根闻即心受我有三国清卷成就我有安顿就化还归我有业中不生惊讶如是等悲众生各个长灭分身不多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穿越何次卷经历给予人悉皆不多或现天地身或现盼望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现在福生我现观出生我现比丘比丘你有过生有过一生难
你天公殷勤付出灵所过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是解脱用力主不与佛受记而是诸世界本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地雷暗恋白起佛言我从九元劫来蒙佛戒一时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花百千万亿生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灵归金山宝用力生死之涅槃乐坛与佛法中所谓三世一毛一滴一尘火后发许我见度多是莫大以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而是佛禅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诸如是如来成就九缘劫来化红誓愿光度将彼及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二是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善者言不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大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此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已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语言复罪报所感而去地藏大言声母为愿听受我出所知佛母白言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白声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是杀害当破无间地万一皆求诸无极若有众生诸佛神学为谤三宝不尽尊敬以当过于无间地狱千万一皆求诸无极若有众生其孙长诸玷污神力或皆烂昧此心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被当过无间地狱千万一皆求诸无极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或用长诸器官判以为被戒律种种造而如是等被当过无间地狱千万一皆求诸无极若有众生都皆长诸财无故名以是亦复乃至亦无不欲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皆求诸无极地藏白言声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就暂定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声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即大地狱有一十八所只有五百名好个别只有千百名只一别无间狱这其余成就扎巴万余里即成尊铁高一万里成山或居少有空缺其余成中出于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语名曰无间其余
此处欲将此三东西而走于从右窗边满万里一人受罪此间其身边我满窗千万人受罪一个此间身满窗上从耶稣干过包如是有主罪人被受痛苦千百夜擦记忆而回口压如剑眼如电光受苦痛抓作业罪人复有夜擦持大铁骑重罪人生活中不必活中不被抛空犯结果自创伤复有铁应当罪人目复有铁色叫罪人尽白痴界内西下藏定发射跟你抽藏作战阳空宽口热铁产生万事前身也该如是动静一切救出无情世界坏事即生他皆他皆此坏转机他方他方坏事辗转相继世界成后患苦而来无间罪报即是如是有无事也敢苦成无间何等为无意这日夜受罪一次结束无事坚决苦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苦成无间三者罪其他帮银色狼卷对魔具造作作火堂铁王铁神铁绿铁马神格罗手热铁脚神鸡盾铁王格银铁翅从年轻结束那有他苦处相连更无间断苦成无间是这不问男子女人强不一地老有鬼见我龙我神我天我鬼罪恨也难洗动手指不成无间无者若多次于从出如此次百千劫一日一夜万事万成就一年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生一次连绵不成无间地藏菩萨百神无言无间地狱处所如是若光所地狱罪其等名记住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尽莫言不忍问一首有何藏定力而对言不众生也看定第四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百佛言是尊我真我如来为神力不变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势力估计不能做如此变化我今有梦佛不住此阿弥陀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前临度脱为人世尊愿不由虑而是佛道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无敌二悉皆也三悉皆果为善为恶诸经二身轮转五道藏不休息恭敬真解迷惑障碍如雨有望将世上流脱入真处有不造万一是等被无当有念如疾病是万缘累劫终是光度罪被无福和你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命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化何缘情梦世尊殷勤赞叹为愿世尊悦耳所知而是世尊道定自在王菩萨地定地定三十年之无当为如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有大不可说解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应。
同心十三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遭众恶而亡，以及广设方便以往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临时无依，以往法愿若不现度罪苦临时安乐得自菩提，我从为人成佛佛高定光目色是供养罗汉文字语言何等光目大眼，我以目望之日之福就把为之我目生出何须罗汉名字为如定观见光目女不多在而举手机大不罗汉文光目眼如目在生出何汉也尽在而举手机大不光目大眼，我目所起为二十单语别之书说是语别多是其子或朝我主子今世单机其名数千万不被尊者之名如何爱救罗汉名字为所方便全光目眼如各自身年轻今年花目如来见出花形象春望火宝光目闻一即舍所爱寻花佛像而供养之不恭敬心悲其赞礼不语夜梦梦见火神金色望耀如须弥三方大光明而高光目如目不就当身如家财绝迹安吉当言说其后家内悲身以此未满三日而难言说其手悲其高于光目生死也愿过报自受无事如目救出安民自别如来泪多大地狱梦如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多而道如有何吉灵无多面光目闻说之目无一根也悲啼而百悲自己是我目何时本罪作何行业多余而大悲自大言以杀害归满而也受报若非梦就把无奈一时也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其实云何悲自大言罪苦自是不忍成所百千岁中出百难尽光目闻一地雷好几而百空皆愿我自不用脱地狱彼时三岁更无终罪及地而当时方诸佛慈爱悯我定我为母所发光大誓愿我得我母永离三毒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这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三而大诸罪故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诸生而归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尽我然后方成真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知也光目如大慈明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彼舍自报一生为凡
佛高定自在王二世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须陀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九愿界中如是四名花灯和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难自与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而去若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见归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自心归尽即赞礼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我福音是如是奉持者未来百千万一切众常在诸天受身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故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愿不要与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比能成佛为神光言世尊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拜世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对而是十方天王居中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九愿界来化如是大愿云何时今有度为觉等发光大誓愿为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如即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光明一佛说地藏菩萨于说佛世界言菩提内顺是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为然是尊愿要以闻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救愿皆来悉知于今度脱众生有为彼愿此名此事罪苦众生不管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断一时之不有化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愿佛地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属阳断命报若于解道者所贫穷苦处报若于邪淫者所缺个鸳鸯报若于口者所眷属斗争报若于诽谤者所无舌疮口报若于憎恚者所受喉咙疮报若于奸淫者所所求为人报若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厌贫报若于天烈之心者所尽观丧命报若于背离父母者所见地在杀报若于烧山林木者所狂迷去世报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犯身变大现受报若于亡不生主者所骨肉分离报若于诽谤三宝者所妄谤阴压报若于侵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报若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报若于无犯无生者所用在出生报若于唐国占座上生者所轮回地藏报若于破戒犯斋者所亲手饥饿报若于非礼归用者所所求却却报若于无我公道者所被施下
宝若于两色斗乱者说无色，白色宝若于邪见者说遍地受身，宝若是等眼菩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尽粗略说如是等眼菩提众生也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光别而教化知识诸众生现受如是等宝摩多地狱东经结束无有数其实不如等无人无过无灵是诸众也迷过众生是天王文艺体类悲叹合掌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婆离婆地九阿九阿地陀罗尼地利阿拉地比利利地摩诃揭谛真林揭谛娑婆离婆离婆地九九阿地陀罗尼地利阿拉地比利利地摩诃揭谛真林揭谛娑婆离婆离婆地九阿九阿地地狱名曰戒律，忽悠地狱。
有地狱，明月天王复有地狱，明月三轮复有地狱，明月铁骨复有地狱，明月多层地藏攀岩忍者铁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出无限根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分鸟地狱、通所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鸟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亮地狱、火阴地狱、巨压地狱、火壁地狱、阴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刺地狱、火舞地狱、铁舞地狱、火狼地狱，如此等地狱，其中各个不由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而众生也感如是业力深大，能地须弥，能生聚海，能长生道，是故众生莫心小儿，以为五岁时候有宝仙好手持，不知自己其如个别，纵然相逢无根待受，我今成佛为力略说地狱最宝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不嫌大言无依，就知善恶道报。王忍者所令后是魔法，一切恶恨众生闻忍者所施令，归过地藏攀岩忍者地狱最宝，其实如是，我有地狱去罪人舍是牛耕之，我有地狱去罪人心也擦拭之，我有地狱我当生非主罪人生，我有地狱是少动主是罪人报，我有地狱是主火烧身及罪人，我有地狱像寒冰，我有地狱无限分鸟，我有地狱尊卑吉利，我有地狱多转火枪，我有地狱伪装胸背，我有地狱胆少手足，我有地狱盘脚铁蛇，我有地狱驱逐铁狗，我有地狱铁罗忍者如是等宝，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知其无非是同是铁，是是是或是是中无中也恒干。若光说地狱最宝等是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身及忍者闻略说如是。若光解说穷且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二十世尊具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闻。
方便为无始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所施予以为众有一菩萨名曰普光合掌恭敬而拜佛眼睛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那为甚德为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世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定受佛语而是世尊高普光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无当为如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此事普光白眼为人世尊愿要与闻佛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坐立者莲摩萨世人超越三世界罪不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在花心相或土石教习经营空铁所赐菩萨一战一力这世人百般生于三世三天永不多余而道家如天父亲菩萨圣人前有为国王不是大力若有女人言女人生精细供养地藏菩萨花香其土小气供铁等相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以不增财创饭前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今此以宝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福寿除非此愿力故要受女身度多众生诚实供养地藏力不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不死不光若有女人厌食丑陋多疾病者但与地藏相见之心占你此心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未忘女乃即王妃在乎大心大藏这女端正受身处相圆满有此心故占你地藏菩萨我不如是不思不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所住几月几个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全于一人多人如此等被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不离的使者问起而何光心受诸恒不思不光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而生而归见有三男子三女人归心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心向我往生其回报无功德其利是我如是笑我悲免非我全人共非我一人非我多人非乃是一念生即为则如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即为之宝藏在阿鼻地里受其所
放手而归，有金钱劫富手出身，有金钱劫忙的人生总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去多悲而也来解其心，不求自见不多而道是苦，不欢喜为大人供养善破四宝而光别生而见毁灭，不知不光如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求出创生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我也梦而归来即家亲，我有仙道我多言美功归身，有日月随身传福王在面中叫苦惨起不乐，这世界是业道论对未定尽终，我乃舍受我不得与男女俗言不便，世世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传度，至今一遍我许病人可爱之物，我以福报悲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常言，我佛家等为是病人对金香前舍诸灯无我供养金香，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他是我燃油灯，我是常住如是三百病人前灵魂之家灵出十分三之七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四七日以来，但高声拜高声读经是人民众之后素养中最迟于无见罪用的解脱所受生出长子宿命和光三男子三女人子数四经或叫人数或四数化菩萨形象，乃至叫人数化所受果报比我大力是故，不管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对，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不知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心或悲或地我愁我贪我恭我不思，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与儿俱未得处理无数希望福利，就把当告诉是骨肉是作方便远离而道，不光如一生离前世眷属领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度自尽，或亲人度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此不光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寺有知人觉知数也要忏悔，这次行站立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现万身中长生尊贵更不尽善恶道，故不思不光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藏者居士一切人等其心中足有心禅者，我难我难
男或女素有羊宝变得血多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苦生者转成安乐给予寿命福祉不光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四十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十日等处岁节既定其心中难言菩提众生具自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此心杀害邪道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与世世在日对佛菩萨诸贤圣相前度世尽一遍东西南北拜有寻内无处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与世在日每转一遍现世临此居家无处横滨一世风一世不不光当此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一直是言佛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此经三字无字或一起一句这现在数秒安乐未来只是百千万生长的断真身尊归家而是不管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无悔和赞福拜佛言世尊我求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善利及大事愿你为未来众生先知利益不闻如来为然定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流不佛告不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恨一名地藏本是利经愿此菩萨求愿皆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如等一愿六不不光闻一和赞恭敬坐立而对立一尊王宾第七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观世言故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多过三地多对诸心若欲而愿念念增一时当被人如履你多呼吁众世乾坤间众诸不生水若得于此是地狱见故我劝于不是只是有大力故互相不足劝临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至尊喜而众生从前冒见便知无量世诸众生有如此喜临命中是父母眷属以为舍不以此前路过宣翻盖既然有灯火转度尊敬我供养佛像及诸神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是佛名字一名一号礼临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而业及其感果必多而许愿是眷属为临众人修此生因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其即日内光照众生能
从神用力而去的神人间受神庙了，现在眷属里已无量师父，我心对佛世尊齐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语言菩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无杀害其造而愿拜其鬼神求诸王两合一故而所杀害乃至拜其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愿转成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身份生人天中原始林中被诸眷属造事而因一灵使命众人扬眉对边万圣山出和光临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三根各具本业自受而去何然眷属更未曾也比如有人从原地乃绝两三日所不但无相过百姓无语令人更不少无意识之故转复魂中世尊我观言复众生淡然于诸佛教中乃至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力皆知得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究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造众生因是命中人的大利即谢托佛地藏大愿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力略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以佛名以菩萨名以彼此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果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过以六分功德生者自利益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之修纷纷起我无常大贵不喜而道明明有生为之罪夫妻七日内如是如龙火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去也受生为这次见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当时命中人为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把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邪多日若是无无间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用手中苦苦自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因在此主业道为在世经济因在此次密感才业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现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世纪不仅仅是命中人了不得你如今请无尽奉献佛身是命中人气氛或一时故障者言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所是于是
道理天空有千万亿那由他眼福归生西方无量菩提之心大遍长者坐立而退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叠为三年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白无鬼王学无鬼王慈无鬼王善养鬼王飞神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单手鬼王富士鬼王诸豪鬼王诸国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主鬼王诸亲鬼王诸手鬼王诸眉鬼王诸赞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具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住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以道理在一念力而是阎罗天子无鬼恶障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一次我等不善尼故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赞礼世尊即为是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知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知识然诸众生获脱罪报为救之间有多而告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此三道用去解脱为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挑难复是大菩萨与百千劫头头就把如是众生造灵解脱是最报人乃至多大而去菩萨以方便利发出根本业缘而见无数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皆而悉众宣出宣入老师菩萨究竟皆数而作度脱比如有人迷失本家无如仙道悉仙道中多住夜叉及无浪狮子万蛇伏邪如是迷人在仙道中须知见即照诸度有一次是多劫大数三尽是度乃及夜叉诸恶度等不逢迷人于尽仙道而于是言多灾难此为何是故而如此路有何一处能知诸度是迷路人故闻是于方知仙道即便退不求诸此路是善知识体系接受因出仙道免诸恶度是于好道令得安乐而于此言多灾迷人此今以后无虑是道此路如
存心明是迷如然一生感中临别之时此时有言若见情此起处如人若难若离言语此路多处度而丧失心明无临时从此去其实是故地藏菩萨去大慈悲救八罪苦众生生人天中灵寿妙乐世处最终自也到不多的处理永不再离如迷路人无如现大于善知识因皆临处永不复如奉见他人福却莫如此言因是迷不得解脱心根不复如若在律见有上迷我不觉就真所罗现道我自是明如多而去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临解脱圣人天中宣有在如若业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十二十二度归王和尚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归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人是也报是我眷属有心世界多而少善国人家庭或曾一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茂发善事乃至宣仪翻译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敬烧香供养一聚一集我等归王请你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气土地分辨灵为无不灵而是恒是而病恒病乃至不如一世尽于此舍等诸何况入门佛赞归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阎罗能如是永不善男女等无以高梵王帝是灵为不如所是于是会中有一归王名曰诸名拜佛言世尊我本也愿诸阎浮人民生死此事我皆住此在我本愿生于你此事众生不为我一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此事不问男女或与生死但作善事正义舍在此领土地无量欢喜永无自不得安乐利益眷属或一生下生无杀害去诸贤为恭祭三母及广聚眷属因就是肉各月玄光能令慈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赞难时有无数而归其王良尽美于是心学是我造林舍在土地灵气何故此不是灵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不变何舍不大出土地范围杀害聚集眷属一时之苦凡养子受慈母去顺有言不敌灵命众人不问善恶我与灵是命中之人不落而道何况自修善根成我离苦是言不敌行善之人灵命中是已有百千而得归生活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因皆亡人灵落而道何况本造而者是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是生死完美不变善恶乃至言而更无见闻
智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出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而言何多而取者寻机解脱，佛告诸名贵，宛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无助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之生死是如魔鬼，是愿众灵解脱，永得安乐，归往白佛言愿不由离我，彼时心念念永不厌佛，众生生死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世心受我于无不解脱。我大利益尔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名，这一曾经百千身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不众生，是大势慈悲愿故现大鬼身，是非鬼也却后果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好月无相如来解明安乐世界明尽诸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成佛名号遍地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眼里一世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知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眼，不思议是今真实是为当初说无极涅槃，是如早彼时愿无一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祖是毫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产生恭敬记得超越世世界生死中罪恶，光速化心相供养赞叹，其人或不无量无边，由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祖是后报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旦自尽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祖是后波多摩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离欲而根，是人当得现幻身于六欲天中，何况自心成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三七皆有佛祖是后世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于过去有佛祖是后具有顺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赞礼佛不赞叹，世人于现界见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由于过去有佛祖是后毗婆是，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而到长生人天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祖是后报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而到常在天上受生妙乐，由于过去有佛祖是后报身
在大街生死之罪，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后大公身亡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则是人得于恒河沙佛光为说法，必证菩提。由于过去有净月佛身，王佛之身，佛净明王佛之身，求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是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以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光多明，是众生等生死世世之得大利，从不多而道。若有灵明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以佛名，是令众人出无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无间罪随之其中动静一切了不得出，真是令命中是他人为其成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佛护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阿拉地毗利尼地摩诃揭谛真林千地娑婆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阿拉地毗利尼地摩诃揭谛真林千地娑婆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利阿拉地。Thank you.
国王神感恩于他庙前花卉相信如是国王乃其主人敬称佛道以此国宝无量无边无止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并及身残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思议要因此我居士离难得如是无力罪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金具天主二百劫中常为流于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而到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生无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难作如是不是活佛无量根难回向不闻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幻转轮至宝是菩提藏普贤众生当如是学无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从受善根茂发沙尘等须所说不离不可为于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心相菩萨心相彼此佛心相转轮王心相不是供养的无量菩萨在人天受身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不离不可为于菩萨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我听闻一句一句话音中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世人我大国宝物不可为于无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大慈大乘经典信者不是供养赞礼赞叹恭敬合掌若于不赞我会怀真修不应离我度化心我见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悲三世身中常为诸相国王看月之人常为轮王还以三法教化诸相国王扶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我不是供养我修不大慈我庄一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为相化解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生妙乐如当回向自家眷属我自身利益如是自国际三生受乐舍已得万宝是故地藏不是因缘起是如是地生无化病地是一二世间老地生百国言世尊我从西来禅师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
樱花白千岁，新渡御流到祈愿山，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流到一切众生，说话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与所住处于南方境界之地，都是诸佛所悉看世事中能说话，乃至今以供别座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居住即得世中你何等为是以这土地丰壤，而这家在永安山，这先王圣殿是这先尊一手无遮所求，随意留这无水墨在其这虚号，必诸把这杜绝而梦就这出入神不是这多余声音，是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不拜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是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传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力为护持人，乃至随佛道最大恨小恨一切而是悉皆消灭，佛告见到地深入大圣地，身少即何以不言不度地起梦如不乃至草木沙石道马诸位不迷宝贝中地而又皆因如理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只是如此功德即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深，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传度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则如一般神力而永不知无因，一切在海即不如一时则问语而何光临受回淡如度故，世人故意有十番眷属诸天眷属永不是人，何故得如是神仙永不皆有赞礼地藏形象及转度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处理苦海增涅槃乐意是自不得大用，不见闻你是尊从顶门上方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宇号相光，大宇号相光，四号相光，大四号相光，星号相光，大星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青号相光，大青号相光，青云号相光，大青云号相光，乾轮号光，大乾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
主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一道立天空正阳转坛地藏菩萨与人天中立一等是菩萨一世超生一世正是第四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左耳起无归合掌白佛言是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不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即不是以为甚至离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头名赞叹地藏菩萨云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积功德又不能尽想这有梦世尊不告大众于怎样地藏密一等是为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怎样地藏不思议是令天龙八部赞你我无佛的观世音菩萨如意说破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名者见如心者怜慕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以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寿妙乐因果将属于佛手即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第五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力只是如当地听我今说之观世音言为然世尊愿要与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寿天不仅有无衰相前我有多余恶道之在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先相思我见地藏菩萨心想我闻地藏菩萨名一转一离是诸天人转成天不受大快乐永不落三恶道宝恶光千万菩萨一炷香花一佛因此宝贝因若不是供养说我供的菩提无量无边不知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冥冥中时刻闻地藏菩萨名一瞬离而等这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不恶光明明中是佛魔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在财物宝贝一佛说话地藏心想我是名人为众只是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在宝贝等为其自身说话地藏菩萨心想世人若是也宝和手中病者真是功德寻迹出于寿命真意世人若是也宝命即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可多而去这真是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知你人我若
眷属不知若在何居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数化地藏菩萨心相乃至文明一真一理一日至几日莫对诸行文明见性真理供养世人眷属家因缘不多而居则即当结束真实男女兄弟姊妹书画地藏心相赞礼功德寻迹解脱圣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圣人天受生妙乐这即真实功德转真身因受无量乐世人根本三七日中一心真理地藏心相念其名字满一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高世人眷属生解惑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与诸世界见诸眷属根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一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见所在土地归身众生为护现世一世奉以无足迹不乃至恒世不如其满何况其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无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理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心相即文明者此心皈依我以香华以福报悲因是供养赞礼是三男女等所愿殊胜永无障碍不是观世音若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依旧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担当皈依站立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言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水空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不辞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三男子三女人与大乘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与度与颂终于名是教师令所宣德宣王东经年月不能读诵十三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不与大乘经典无读诵心如是之人问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聚一本心恭敬成百根一香花一佛音是一切万具供养菩萨一经随一站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何站经不为受相难令入口是此心正中不随即必生无心求肉血因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我三七日是三男子三女人于睡梦中去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出手观定睡七人梦觉即我聪明因是经典一理而根基当用其根不忘是一句一句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
是有主人的意思不足，就责怪怨我多病疾，我多凶衰，家在不安，眷属分散，我出恩师多来无神，睡梦之间多有情，不如世人的问地藏，民间地藏心之心恭敬，念满万遍是主，不如一时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空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身世，或因即时如山林中国渡河海南极大水，我今仙道世人仙，当年地藏菩萨明万遍说过，土地归身为无形著作，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无浪，是指一切苦海不能顺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菩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但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时，不观世音如一生离流，不是金灵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而说其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劫闻赞你一念间离一人间无量世若难若离若龙身宝经应当多而道之心归依大师身寿命传真出罪障少时父母恩爱者为之问身在何去，兄弟姊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数，我把大师身背念斩你不斩舍三七日中念起名菩萨当先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皆从多而去寻处，你若能不退是出心即我莫定受生机于修无上菩提，则乃至处理三界不是人，其发大悲心先当赞你大师，向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者自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度寻觅藏彼岸水里誓愿，不是一宣度宣望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我故于大乘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香花一不一世诸万句一经，虽安大世间一日一夜就不知法音中心生无心，就若邪淫即妄语三七日内无伤害之心，思念大师名记于梦中见无边觉来变得离而根，因此今教离而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时大师不思议难思，世人或自为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在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喜不安，就责怪为无尘随之心占你地藏，向一切恶世界消灭之于梦中尽得安，一时风绕身回无语若山阴嫉妒爱妒恶尽受其二人而生而归平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站立即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
像如此森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之心听无所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走光宣大师如是离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赞你则相化一佛音是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正果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恩杀诸佛度诸类人天兵第十三二十四尊居金色悲幽默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此神力不可思议如此慈悲不可思议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如此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此不思议世间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起无今日在道立天中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一人愿助众生等为诸三界在我在中者不属于如无临时诸众生多而居中一日一夜和光根若无无间寂阿鼻地狱东经千万一切无有出其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这多种法善心虚欲即退若欲而愿念念增长一世之故无本事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多次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足以入未来此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中少三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一道利用无是人间修无上无灵退是不自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恶趣林多趣中我只能受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即大乘经典是诸众生如一生力方便就把于世人所见无边身为垂地狱千里升天受神妙乐二十四尊而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因尽不足如一大圣东方遍土无林多在诸恶趣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护慧合掌白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数得些多何况文殊善士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只知道你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生死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赞礼心想得其中不离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不告
虚空藏菩萨地品地领悟大慧，如本别说此论，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间地藏心相继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音，是以福珍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礼的二十八种礼，则天龙护念，二则三国日增，三则即身长饮，四则菩提不退，五则一时风足六则七一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五道贼，二九则人间清净，十则神鬼出世，十一则女转男生，十二则为王臣，十三者断真相，二十四者堕升天上，十五者堕为帝王，十六者出自命宫，十七者有九劫中，十八者眷属完了，十九者诸恩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居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出不受生，二十五者诸生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离根，二十七者饶此明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会身，问地藏名利地藏心，或问地藏本愿，十分赞叹赞礼的其中意义，一则出超生地，二则业消灭，三则诸国无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出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其他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曾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真有实实道理，天与无量相化，天一主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为具不沾离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下地波利波地求阿求阿地陀罗尼地尼阿拉地比利尼地摩诃伽帝真林伽帝娑婆利波利波地求阿